绝对防御，大飞魔的声波攻击范围极大，想近身只有抓住间隙。 上飞艇，准备出发前往驱魔关。哇，妖鹰一号！哇，这玩意儿也太酷了吧！还有名字，这可是联盟最全能的飞艇，以魔晶为燃料，能运物资，能干仗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嘿嘿，赶紧让小爷体验体验！ 小爷体验体验，没门儿！嘿嘿，又不用看。别闹了，快进去吧，要出发了。哼！哦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哇，那女人居然还跳起来打！老婆，手没打疼吧？别！ 什么？这糙汉子居然有老婆！好泼辣的老婆！我以后也要找这样的。四五年没消息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没有消息，才是最好的消息。我是怕你担心。高领队，好一招以柔克刚啊！ 老婆，我得走了。别看戏了，快回座位。下次见面，不知道又要几年，也不知道多抱一会儿。臭男人！哎，你说。出发。 你们是第一次去人类的边关战场，我说明一下为何选择驱魔关。主要是因为六大边关人魔战力分布不同，骑士殿镇守的御龙关千里冰封寸草不生，银环境恶劣和神印骑士的坐镇遭受的攻击并不多。魔法殿镇守的嘉陵关依靠魔法师强大的攻击魔法，对魔族长期有威慑压制作用，战况也较为和平。但战士殿镇守的东南要塞。 和灵魂殿镇守的万寿关，却因离魔族都城太近，战事一直是六大边关中最惨烈的。治疗殿镇守的镇南关虽然情况也不乐观，但有其他殿的支援，加之本身以防御见强，导致魔族的进攻策略一直在变化。只有刺客殿镇守的驱魔关，地处御魔山脉中央，宛如一道天堑，阻挡着魔族大军。虽战事频繁，但易守难攻，能保证你们基本安全的情况下，让你们完成任务。
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战场上讲究团队合作。如果你们只顾自私的追求功勋，导致团队人员折损，那猎魔团也将原地解散。另外，从你们离开圣城那一刻起，团队赛就已经开始了。祝你们好运！ 会有这么多四阶的飞魔？啊！莫高，救我！抓紧我！糟了，飞艇燃料套和自动系统被破坏了，一旦能量全部流失。 飘浮术，飘浮术坚持不了多久，得另想办法让飞艇正常飞行。自动系统被破坏，飞艇已经无法自动飞行，连魔导炮都发射不了，得有人手动操作才行。 你好像懂这个，会操作吧？燃料能用其他东西替代吗？只是一拳提验过，但可以试试。至于燃料，与玲玲相近。团长，那我来。啊啊！好，您先陈燕待在舱内，抓紧时间操控飞艇。嗯嗯，司马仙、王媛媛留下来保护他们安全。嗯嗯，彩儿随我出去，不准任何一只飞魔靠近飞艇。 性命攸关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你。 小姐，我看是你的操作不行吧？看来这些飞魔是有备而来，准备将所有猎魔团分开为敬。空中是他们的主场，我们的技能和行动都会受限，得赶紧解决，不然大家都会死。 巅峰的大飞魔声波，能让人丧失心智，心智光环。幸好有团长在，差点救出大事了。红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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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山
随时待命，绝对防御。大飞魔的声波攻击范围极大。 奇怪，怎么都走了？哇，保证他没有危险了。谢谢，都是那个大飞魔刚刚叫来的。 原本是想借这次危机让你们徒步前往驱魔关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解决了。这边打呀，别听他的，你们就该打那边嘛，那边打起来更爽。你们倒是轻松，能不能先……都不听我说话是吧？看来只等我亲自动手了。这是你们进驱魔关前的最后一个考验，清理御魔山脉中的魔族。 猎杀魔族最多获得功勋最多的团队将一人奖励100点功勋，但三天内没有全员到达驱魔关的猎魔团，则为考验失败。幸好高领队在我们身上布了金光护体，不至于摔伤。看来我们落到了不同的地方，必须赶紧汇合团队，再完成任务，赶往驱魔关。